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，今天又有份新的工作介绍给大家。行政舒适事务管理，招正社员1到2人，在神奈川，日本语能力，商务日语，月给20万起。欢迎会讲任何一种英语、中文、越南语、缅甸语、蒙古语的人。本公司说明会为周一、周三、周五上午11点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、周日下午1点，每天有40家企业可以进行选择，并可以参加4到8家的企业进行面试，当天就能够知道面试的结果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参加本公司的说明会。这里是我们公司的电话，这边是我们公司的住址。